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日的昆林新闻。2030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要达成的目标。台湾永续能源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亚太及台湾永续行动奖，昆林县政府各局处今年提下八金、十金、九铜、27个奖，是全台湾第一座的。馆长张丽先是亲自出席颁奖典礼。欢迎县政府各局处长以及县长张丽先上台领奖，这是亚太以及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颁奖典礼。为着让未来的世代有美好的环境会当生活，联合国自2015年提出包括针对气候变迁、经济成长、社会平权以及贫富差距等等17个永续发展目标 SDGs。过去八年外，世界各地真侪民间甲政府组织是拢来将这目标来融入政策甲计划。欢迎县环保局、文管处、农业处等等各局处嘛，积极来将永续发展目标来融入计划实践。欢迎县政府伫今年的永续行动奖总共提下八金、十银、九铜、27个奖。今年度啊，不只是呢在台湾永续行动奖当中呢拿到啊7金6银7铜，那在亚太永续行动奖当中又拿到1金4银2铜，是台湾拿到最多的一个县市政府了哈。那我想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云林县的乡亲，不断的给云林县政府的团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期许跟鼓励哈。那我想呢，云林县政府的团队也不负众望哦。这个奖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今年是将亚太跟台湾永续行动奖做回来办。基金会的董事长讲，昆林县不止在台湾各县市的比赛摕到好成绩，亚太的范围内比嘛有真好的表现。董事长讲，会当清楚将永续发展目标融入实践，是昆林县会当提奖的上大原因。那我要恭喜我们张县长，他这个施政是非常成功。这个整个局处把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跟我们自己政府的永续发展目标融入到施政里面去了，抓到目标看得清楚了，那个对整个县政跟这个人民的这个观感是差的非常多。国际上我相信逐渐大家都会认识啊，云林县在这个 SDG 永续发展目标是佼佼者，非常的杰出。主办单位说明，今年有79个单位参赛，总共有157件的参赛案例。因讲这个奖除了表扬创新成功的永续行动案例，上主要是嘛期待会当透过比赛，让更加侪人愿意来加入促进永续发展的行列，共同来打造永续家园。昆林新闻综合报道。